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录一下，我觉得这真的太可怕了。这个是昨天阿信阿明来晚餐的，就是他们煮的食物，然后他们现在还在这里。那我相信他们从云南回来之后一样会在这里，那它会不会升华成另外一种食物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现在时间已经又过了两天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两锅汤现在到底发酵成什么东西。它已经呈现一个感觉，如果它是干的就会长毛的状态，是真的。然后这是豆干，豆干看起来好像还好一点，可能是卤